就五岁啊，然后再来六岁，再七岁，再八岁。对啊，这里有写啊，他说要八岁以上啊。哦，不适合八岁以下的小朋友玩，哦，那要到八岁才可以耶。那你八岁才可以玩哦，要赶快长大哦。嗯。还是不要长大好了。我想要这个屁小车子，然后这样子。怎么没有啊？嗯。果然被我喝完了。那要拿去哪里丢？不知道。在最里面。咦，还有这个纸也要拿去丢掉。我可以自己一个人。对啊，在哪里？今天还有买这个晨光吐司哦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喂松鼠。那松鼠的话可以吃这个很好吃的吐司，哦，在228公园，哦，在旁边的 Seven 有这个，哦，还有这个。那这个车上面有写要八岁以上的小朋友才可以玩哦。哦，托罗回来了。你有丢进去吗？有。